各位朋友好，我是安姐 Angel， 欢迎收看及收听希望之声爱去旅行的节目。今天我们邀请到专业旅游规划师，他是旅行社的产品部副总华珍 Joyce。各位好，我是 Joyce， 我又来了。对，我们呢接续上一期介绍摩洛哥。那摩洛哥它其实是一个四大皇城古城的一个重要的国家。那我们上次介绍的拉巴特，这一次呢我们就要介绍另外一个城市，叫做马拉喀什。马拉喀什，那马拉喀什呢它又翻译成红色之城，那跟上一集我们讲的不一样，因为上一集卡萨布兰卡是白色之城嘛，那马拉喀什是红色之城。那红色之城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没有，其实大家在马拉喀什，大家其实最有名就是它那个最大的那个广场夜市。哦，马拉喀什有一个广场夜市，它是24小时，其实白天晚上都各有它的风华在哈。那所以其实我们团体行程安排到那边，其实都会白天去看一下，然后晚上去逛那夜市去看看。其实那边有非常多的东西你可以看，比如说它有所谓的说书人，会有人很像就讲故事，有当地的语言去讲故事，哦，然后还有可以算命的，也有弄蛇人，哦，就是在玩蛇然后跟你拍照。其实到这边跟任何人拍照基本上他都会跟你要一些费用。然后还有一个很有名的送水人，送水的，对，他那穿了一个红色，我们红色衣服，然后那一个管子，然后一个铜的杯子，然后让你一杯，可能就是他的1块钱或多少钱之类的迪拉姆。为什么需要送水人呢？因为他们早期这个水，我们讲的，他在北方，因为像我们到那个马拉喀什这边的时候，可能他们有时候要去到，我们讲他是伊斯兰教，要向麦加去朝圣，沿路走很多地方，都是沙漠地区，对，那可能水不是那么的充足，所以他们就会有背着这个水。有人在很快昏倒的时候，刚好有人拿水过来给他，所以才有这个东西出来。哦，那他出来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不建议排一些观光客去，为什么？那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细菌，也不是细菌，就会有一个味道在。这层的那个水质你可能不能习惯，可能当地人他们就觉得，据我们喝过的客人说是有马的味道，就骚味就对了，就是可能那所以说也不习惯，所以那大家出门在外嘛。健康最重要，所以我们都只是去看。但这个像这个送水的这些，你要拍照，他一定会跟你要钱。而且哦，我们上次带团的时候，像我们去的时候就，就比如说我是送水人，我们这有3个人要跟他拍照，3个人每个人都要给1块钱美金。嗯，对。哇，所以算是一整团30个就赚了30块。对，所以但这时候我们就要议价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团体照的话可以打折。对对对，哎呀，那所以其实那还有这个，除了这送水之外，它还里面还有蛮有名的，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听过蜗牛汤？蜗牛汤，对，我喝过。其实这个蜗牛汤啊，就好像我们台湾有点喝起来像那个泡面的那个汤汁，只是黑色的而已。其实蛮好喝的，真的很好喝。那蜗牛就一颗一颗这样子，对，一颗一颗，然后再把它肉刺起来，出来就像雷啊这样雷啊。哦，就像我们以前庙会的那个产雷，对，然后把它泡水。加热，对，它不是泡，它真的就是汤的酱油汤，就是其实蛮好吃蛮好喝的。然后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一个羊头，羊的头，对，然后它里面有羊掌，就是切成，反正就是那些肉，我就觉得还蛮不错吃。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，大家可以去花一点点，然后去 share 吃点 keep。所以羊就是一整只的头在那边，然后它你会看到它有头头头头头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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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会看得到那么多，但是你可以跟他讲，你要舌头这个部位啊。脸颊或眼睛这些他们都有，或羊杂碎那种，就像我们的牛杂那种感觉。哦，对，其实当地然后这个台湾客人敢吃吗？哎，有，但是大家都是吃个一口味道，因为他们会觉得有所谓的羊腥味、羊骚味。哦，对，所以其实很多除了这些之外，我还可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坐搭马车，嗯，大概逛一圈，然后整个用类似市区观光的方式，我是用马车。我们这马车大概是4个人1部，4个人1部绕一圈。绕一圈大概30到40分钟左右的车程时间，然后一路从我们住宿的旅馆拉过去到马拉喀什的那个广场去，然后再导游可能会带着大家走老街或什么之类，因为整个行程上面来安排。所以它这个广场就是它有很多的商店在那边，很多，然后呢晚上又变成夜市。对，它就是白天晚上接着卖，而且它会有分，就是像我们台湾的夜市一样，哎，这个区域就是卖木雕品啊，这个区域卖衣服，这个区域卖吃的，大排档之类的，然后那个区域卖果汁，有很多。其实在这边你一定要尝的，就我们刚刚讲的。蜗牛汤啊，或者羊肉之类，还有所谓的它的柳橙汁，柳橙汁，他们是真的是现榨的，有什么特别？蛮新，很新鲜，而且很便宜，哦，也蛮甜的，就是当水在卖，
不是果汁，就像我们的水果摊，就果汁，有很多摊柳橙汁，对，很多摊，然后它除了柳橙汁之外，还有什么综合果汁，还有石榴汁，很多，不过其实都是蛮天然的哦，很难想象，因为感觉它是一个沙漠国家，但是它有这么多的很多很多的，对，真的是很美，而且有时候你其实到我们有时候去市集，还会看到买到他们所谓的椰枣，椰枣，对，椰枣还蛮有名的，都还可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照片，那个市集的照片。那这个市集呢，其实就是不眠之。是叫什么？不眠之城。对，这个市集不眠之城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白天呢，它会卖很多的手工艺品啊，或者是一些小店，然后店跟店之间是每一家连的，然后你晚上又还可以在那个广场上吃到很多各种的当地的平民小吃，然后对观光客来说，真的是三天三夜都逛不完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广场的照片。哇，看到这些照片真的是很丰富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台湾很难以想象的情景。那我们今天妈妈 Cash 就先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